最后一集他收的语音包，我可以大家讲一下，差不多是41句，哇，很多哎，我的天哪！诺声诺声，我早声。我们今天要干嘛呢？敲完已久的东西来了，好不好？呜、哦、啊！一位猫鸡哦，呜呼呼，哇，好帅哦！发现在高山度，好帅哦！我的天哪、啊，呜、哦！猫祝福时刻，我特别直接去订的日空版，让你以最快速度直接来台，我直接坐空运，超快超贵。我买这一盒的价格的话，因为我是买日空版，给大家参考一下，差不多约莫3500左右。祝福吧，一位猫，包装纸都升级了，大家看一下，他们全部都是用跟之前那个 W 一样的一个包装，防摩擦，而且对于品质来说看起来会比较好。配件包花非常少，基本上就是腰带啊、背扣就这样而已。好帅哦，全金的，我的天哪、啊！哎，没订的，完蛋啦、啊！跟你们讲，原价要订，老人话要听，好不好？它这应该 LR 可以看，所以你们也不会什么扣错问题。当然，哇，土黄色偏金的一个涂装，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比起一般的金，这样看起来更深层、更有魔王的感觉，有点暗金、暗金的感觉。哇、哦，我先帮大家装个电池，再详细解说一下。哥哥。我が魔王、ボス、イワエ。イワエ。は、イワエと言っている。おお。刚才那段演影你知道什么吗？就是我们的吉欧在最后一集的，就是看到 Gay 直接死了之后呢，砰，然后直接变成魔王，就砰，然后直接叫沃兹一位，然后沃兹啊，哇、哦，他把最后一集的语音包全部收进去了。等一下我到后面会示范一次动画还原给你们看，所以也不用急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来稍微讲解一下这个魔王驱动器好不好？其实不得不说，我更觉得它这样配色非常好看，而且其实大家叫最多的名叫做鲷鱼烧驱动器，因为呢。它这两边看起来跟鱼嘴真的没什么差，它做的太像了啦。它会瞬间降，其实也不是没有理由，因为魔王本身它是属于华丽型的，全身金色铠甲嘛，所以它腰带照理来说也是那个金色，而且它偏暗一点，这样比较有邪恶的感觉。大家看一下，然后大家会发现，它的字都是使用一个偏红色一点的字，这样看起来比较酷，而且也比较邪恶，好不好？好吧，有点吵，可是那很帅，我的天！他这个腰带，因为他本身是麻偶嘛，麻偶的能力基本上就是他可以召唤出所有的骑士，这个毫无疑问，而且都可以召唤最终形态。第二个点就是他的中烟时刻超级帅，超哇超大爷的帅，你知道吗？太帅了！哈，中烟时刻然后就爆炸了。这是他的语音包，我没有胡乱，多到吓死人，太多了吧？他基本游玩的话，就是先从前面这边。顺带提，它的开机音效是那个从奇酷 driver 变 Mario driver 的那个声音，然后就变声。因为它语音包基本上把最后一集的所有语音包都收进去了。我先稍微举几个大家会比较有印象的。它左边这边按下去是语音包。来了。然后再是最后最精彩了，然后变成音效型了，来了，
帅啊，我的妈呀！然后这个演员其实我一开始看是很不爽，因为他演真的很烂，一开场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他演到后面的，直接跟你讲两万分，演技两万分，战友死，然后王该发出的声音，好帅啊，我的天啊！如果我们再去按下去的话，就会变成我找几个比较特别的这个。Scary， 有没有？就是他决定要修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最后他跟他自己的未来自己讲话，我觉得非常酷。他把这整段重点全部收进去，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然后呢，除了他也有很棒的点，就是说他除了基本这最后几个玩法之后，他有收入王说的话，按左边这边。吉他收的语音包，我可以大家讲一下，他说是41句，哇，很多哎，我的天哪！然后王这边语音包，他说14句，还有一个更屌是，就是介绍的，对吧？很扯，连旁白都收入进去，所以基本上他该有的所有语音包都有，而且旁白收入4句，收入4句重点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然后再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嘛，变身很简单，就这样。我知道这支影片会长到爆炸，因为没办法，他收入东西真的太多，太划算了，好不好？他要收就是基本的王的必杀，然后再是各代平成骑士的所有必杀技在里面，通通都有，不用急，好不好？稍微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先玩一下他王的必杀。王的必杀很简单，因为我们刚才变身完了嘛，变身完之后就是再推一下就变王的必杀。我的天哪，好帅啊！就来展示他怎么如何玩各代必杀技，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我先教大家如何进入大家最重要选择必杀技的环节。我要先讲，这边是新平城，这边是旧平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现在这边长按差不多7秒左右。好，可以开始选择。有没有？哇，每一代都有。差不多2000到2009，就是从酷嘎到 DK 的。我们先以酷嘎好了，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酷嘎。有没有？哦，有没有酷嘎就是 Rider Kick？ 啊，因为每个展都太久，我选几个我比较喜欢的。Wake up！ 哦，有没有？哇，哎，他连 Wake up 都有收进去哎。那我换 Decade，Decade。Decade の時、Final Attack Cry。哇！
哎，真的赞，因为他们基本上前几代的话，基本上都是 Rider Kick 嘛。但是到后面几代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语音包有办，像以最经典就是 Kiba B I 就是 Wake Up， 然后他有时候录进赞。那我们换新品人，新品人我抽几啊？我然后抽四个人好了。来了 ，Visa 的。哇！而且大家发现一个点，就是说你用哪个时代，其实它的那个第一节目是会跟着变换颜色，知道吗？尤其是 Blue 是最明显，红蓝红蓝红蓝。不信，我们测一个 W 给大家看。蓝紫蓝紫。这个做的超精细，尤其是必杀技的部分，必杀技会因应你使用的旗帜去更换它的一镜一幕颜色，这个很屌，所以我个人觉得它非常非常用心在它的电子萤幕跟它的变换颜色上面，因为它本身是金色嘛，它除了这边中间发光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它这边设计的基本上是天衣无缝，必杀技全收入，语音包超多，然后必杀技的颜色还会跟着你选择旗帜更换颜色，尤其是大家觉得更明显的吧。紫绿紫绿紫绿切换，哇，这东西跟神一样，我的天哪！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稍微进入一个静态展示时间，稍微展示一下。好啦，各位，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一个假面骑士一个 Maldiva 的一个开箱，好不好？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满意。没订到的朋友，抱歉了，因为已经买不到了，你们只能等原价现货盘子价吧。我很抱歉，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评测来说非常优秀，不管是涂装方面，不管是它的电子仪表板设计，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妙的，该有的全部都有。而且我当时以为电子仪表板可能就是随便弄个红色糊弄你啦，他们这次还做了变色，太屌了！我的天哪，这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幸好我买了两个，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 Maldiva 的开箱，好不好？我个人觉得算是还不错。总结来说，我个人觉得没什么问题啦，就是赞。然后再犯机会的话，应该是没有。对，抱歉。所以你们等台湾有现货时候赶快买，我没有胡乱，这个真的很棒，好不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支影片，如果喜欢的球拍在分享每周每的玩具都玩遍，然后我们最后还是有个动画还原的部分，我来制作，想看也可以留下来，不想看就谢谢观看，好不好？不想看谢谢观看，好，拜拜。